看看新闻网。好，要说这个苏永康和太太的人缘实在是好的没话说了，除了一众给力的这个兄弟团，这回的嘉宾的派场啊，简直堪比颁奖礼、真的像张学友、郑秀文、周慧敏、杨千华那拖家带口的阵仗啊，足以让我们现场的摄影大哥忙坏了。兄弟团之一的张卫健实在可以算是当晚的劳模了，不仅要帮苏永康照顾宾客，还要时时的关切太太的需要，先是挽着老婆张倩亮相，接着还要扶着老婆走楼梯，这风度我们点赞了。到别人婚礼上来秀恩爱的还不止他一个，出双入对的还有任达华和老婆琪琪，这两人丝毫不改作风，简直是到哪儿都得牵着手出现的楷模。杨千嬅和老公丁子高，吕良伟和太太杨小娟，方力申和邓丽欣，个个都是秀恩爱秀不完。最过分的就要数周慧敏和倪震了，就连婚礼结束下个楼梯，两人都要十指紧扣，还不停地相视而笑，这婚变传闻简直是不攻自破。相比之下，形单影只的人儿难免落寞，这毕竟不是红毯，没人能够配对。看着别人成双成对，分别被男友和老公撇下的容祖儿和郑秀文只能独自撑场。其实他们的另一半都在兄弟团里忙着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被另一半冷落了，提起婚礼两人的心情似乎都不怎么高亢，还没有这个冲动，还在培养这个冲动。这个问题 也不讲了，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开心就可以了。好吧，来参加婚礼还是送礼最实在，眼看女兵们都守口如瓶，任贤齐主动爆了个料，今天带了蛮实际的礼物，带了一张支票，然后我签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填记那个数字。好啊，原来你是送了张空头支票，苏永康，别怪我们没提醒你哦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